场战争呢？当然，这场战争也是左右资本市场的重要关键。今天是5月9号胜利日，在今天台北时间下午3点举行大阅兵。等会来告诉你，俄罗斯到底秀了什么 muscle， 他秀这些 muscle 又传达了什么意思？我们等会再来解读他今天大阅兵。我们先来听泽伦斯基怎么说。他说：“俄罗斯是恶魔。” They have nothing to celebrate tomorrow. They have not succeeded in defeating the Ukrainians. They've not succeeded.In dividing the world or dividing NATO. Зродилась знову і зараз. Again and now. Одне зло не уникне відповідальності. Не зможе сховатись в бункері. Від нього не лишиться каменя на камені. Тож ми все подолаємо, і ми знаємо це точно, бо наші військові і всі наші люди – нащадки тих, хто подолав нацизм.普丁又说了什么呢？普丁在今天5月9号胜利日，他也发表了演说，他说进攻乌克兰是唯一正确决定。他还浩浩荡荡在今天胜利日在红场举行大阅兵。大阅兵到底秀了什么 muscle？ 各界都在看。明姐，对，我们先谈这个普丁的谈话哦。那今天5月9号的胜利日哦，那当然外界国际的瞩目说普丁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对乌克兰宣战，但是从他谈话内容中并没有提及宣战的部分。不过对内的洗脑跟政治宣传当然是必要的，所以他特别把这一次哦，为什么会去入侵乌克兰，的理由哦，那对内讲的这一个等于说把责任都推给北约跟乌克兰，他说北约跟乌克兰啊，是因为他们制造哦对俄罗斯无法接受的威胁，所以俄罗斯不得已的情况之下，只好先发制人哦，那主要也是要击退一场哦，就是等于西方阵营有计划的侵略哦。总之，他今天进行了大内宣，对，但我们比较关心的是，他今天到底秀了哪些？特别是他秀的 muscle 可能有一些特别的意义。其实哦，我觉得这应该是这个普丁上任之后红场阅兵历来哦最难看的一次哦，规模最大，但是我觉得最难看。为什么？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像这个是这个 BND 的空降战车，那像这个画面上这个 RS-24 哦，雅尔斯哦，就可以携带10枚核弹头哦。这个叫雅尔斯。对，雅尔斯哦，这个 RS-24， 其实它基本上来讲21公尺，比先前哦普丁测试试射的这个萨尔马特哦要小。那不过它的射程也有到1.1万公里哦，它是不是就是那个18秒可以打到柏林的那个？哎，柏林的说法是100秒，108秒。那到法国的巴黎是200秒哦，200秒可以打到巴黎，108秒可以打到柏林。对，整个欧洲都在它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它上面可以携带10枚的这个分导核弹头哦 ，MIRV 哦。那这个等于陆大气层的高速有20马赫哦，等于速度非常快，其实基本上西方的防空系统是难以拦截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在红场阅兵，过去也曾经秀过，今年又再度拿出来，当然也就是在秀这个所谓核武的肌肉，当然也是要让西方看得清楚哦。那警告西方不要再揭露。不过到底这个俄罗斯会不会动用核武哦？那美国的这个 CIA 的情报局长啊，这等于说这个 Burns 特别讲到说，最近的迹象并没有发现他们有在提升核武警戒啊。不过这个俄罗斯的这个航太工业的总裁啊，这个罗戈金，他反而也讲到说，如果今天俄罗斯动用核武，等于说这个30秒内，整个北约就会毁灭，也是相同的类似的说法啊。那这样的一个说法，等于说，不过他有一个前提，他说这样的动用核武其实是不被允许的。其实从这个角度也看出来，对，是毁灭性武器。对，那等于说这一场阅兵哦，除了核武，基本上来讲，当然现在没有动用哦。那对外展示当然是为了哦，要避免美国跟西方加大军援。不过其他传统兵力哦，我们从这个画面上来看哦，因为过去对，这刚刚我讲说这是BND的空降战车，其实这些战车还有包含像接下来它重头戏哦。除了这些装甲车之外，另外传统上来讲，至少会有10辆的 T72B3M 型啊，或者是10辆的这个 T80BVM， 甚至 T90M 哦。那等于说这一次其实都在乌克兰战场上面看过。那唯一一个还没有投入乌克兰战场，就是 T14R 这个阿玛塔的最新的战车，但是因为数量不够哦，再加上它的一个造价比较昂贵，这一型的战车基本上来讲时速可以高达80-90公里。这个是 BM21 的多管火箭哦，这个是 BM21， 对，这个2A3的自走炮哦。那这些其实这些装备哦，这一次都大量投入到乌克兰战场上面哦。所以我为什么讲说，其实在这里风光的大秀这些军武，其实
转向另外一面，你在乌克兰战场上可以看到非常多这些武器装备被打爆的残骸。好，所以这样的阅兵到底有什么样的展示意义？当然只是对内宣传，但国际上其实看到乌克兰到今天宣布战损哦，这俄罗斯的战损至少已经有25,000名的这个士兵阵亡，然后同时战机有今天比较特殊，因为天候因素所以取消原本要对外亮相的 IL-80 这种核战指挥机，还有包含像这个米格31或者 TU-22M3 这些战略轰炸机全部都取消这种所谓空中的分裂式哦。本来这架是在今天没有秀啊，因为大家都在等着看末日飞机。对，本来像这一架末日军机，你看它上面前面的头好像肿了一个包哦，上面其实是一个这个 SATCOM 就是卫星的天线，也就是说它基本上在核战爆发的时候，它会急速升空，然后这样普丁登上这架战机这架飞机之后，基本上在上面就是一个空中的一个指挥所哦，它可以进行对透过 TU-214SR 这种通讯中继机，然后把核战要动用的命令直接下达到给它的在水下的北风之神或者 Delta 三型四型这一型的挂载这一个同时搭载潜射这个核子弹道飞弹哦，这样的一个武器也能够对敌方进行打击。不过今天因为天候因素，这一型的 IL-80 本来12年来首次对就没有出现哦。那除了这些军机之外，其实我刚刚讲到说到现在为止哦，它本来今天要对外曝光的非常多的战机，包括像米格29或者是像苏凯35S、苏凯30，基本上来讲在乌克兰战场上都被击毁非常多哦。所以我刚刚讲说乌军其实今天公布最新的数字是至少击落199架的这样的一个战机。同时还有158架的直升机也被击毁。这次本来要对外曝光，还有一型米26哦，号称全球最大的运输机。不过这次它没有投入乌克兰战场。不过在这次，包含像这个除了这个米26之外，其他包含像米28N 或者是这个米8或者是其他的米24或米35哦，基本上在乌克兰战场中都有非常多的战损。那我们就回到这一场战争。现在是蛇岛大反击吗？在今天陆陆续续传出什么呢？传出乌克兰击沉了马卡罗夫上将号啊，另外呢也击沉了他的登陆艇。他们说现在是蛇岛大反击啊。对，蛇岛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地理位置哈，基本上它就是在这一个等于说奥德萨啊的这一个算是东南方这个地方哈。那等于说放大之后是这样子一个位置，其实面积很小，0.17平方公里而已。那位在所谓的这个多瑙河三角洲的外缘哦，上面就是摩尔多瓦这个地方，因为临近奥德萨哦，所以其实开战一开始哦，俄罗斯就派军舰去攻占这个岛，因为它算是一个战略的一个要地哦。拿了这个岛之后，基本上它在上面部署不管反舰飞弹或防空飞弹，对于整个后续黑海的掌控有非常大的一个战略价值。这几天哦，乌军大反攻，为什么这样讲？其实出现这个连续哦好几天下来对他进行所谓的这个反击的行动。第一个哦，他先这一个透过 TB2 的无人机哦，在这个应该是高空的地方直接先击毁哦，他在一个简易码头上面有一型这个这一个羚羊型的这个两栖登陆舰啊，登陆艇比较小型的啊、哦，那其实跟那一天被击毁的猛禽大概大小差不多哦。那击毁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就是这样，这就是他当时击毁他的画面，也是非常的精准哦。其实 TB2 的无人机让这个国际看到都觉得说哇，它的性能确实是非常的好哦，那攻击都很精准。先把它击毁之后，接下来哦，他就开始扫除岛上本来俄军部署的包含像道尔 M2 型的这种防空战这个防空战车，这种防空的一个坦克上面部署的这个近程的防空飞弹，也就是说他部署这样的一个飞弹在这里的时候，就这个乌克兰如果要对他进行空袭，可能就会被袭击。结果没想到 TB2 无人机同样哦，这接近这样的一个空域，而且这个道尔 M2 型算是比较新的、哦、基本上上面号称搭载 RISA 雷达，它对于巡弋飞弹甚至像无人机这种小型目标号称都可以侦测，也可以进行这个打击。不过没想到 TB2 在高空的地方居然这个非常同样精准的就先把这些所谓的 M2 这个道尔的 M2 这样的一个防空战车直接给摧毁。摧毁之后，接下来这个我们看到乌军非常大胆的派了2架的这个苏凯27战机。这苏凯27战机其实乌军有我们看到这个画面那两个亮点有没有非常低空的这样飞过去俯冲直接投弹。那两个亮点是苏凯27吗？对，乌克兰的苏凯27，而且很靠近它，非常非常低空，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可以这个低空的情况之下，如果对方还有防空飞弹的话，非常容易把你击落。所以你看它投弹的过程中，它同时也释放所谓的热液弹，非常快速的。你看，等于这个岛没多大，
马上这等于说空投的炸弹就把它给重要的据点给夷平哦。那当然，因为先前的道尔的防空飞弹已经被摧毁，所以他们才敢做如此大胆的这一个投弹的动作。那你看这个画面又是无人机拍的，所以等于 TB2 的无人机应该是全天候都在那里紧盯着蛇岛所有的战况哦，而且把它这个每一个过程全部录下来。这公开给国际甚至乌克兰内部看，对乌克兰内部的军事士气其实非常鼓舞。还有另外一个画面是直接无人机也可以透过空中的打击对地面上俄军的米八直升机哦，你看到它这个没有关机，旋翼还不断的这个画面，旋翼还不断，对对对对对对，它为什么这个降落的时候旋翼还没有这个关掉，没有关机？因为它也担心遭到攻击，想要迅速运补完之后起飞，就没想到你看到它这个画面哦，其实地面还有人员在。这个直接在运补的过程直接就被击毁，所以这也创下非常罕见。直升机也靠得很近，它直接贴在地面，因为它有人员在做运补。哦，它只是上面螺旋桨，你看它在转，它没有关机。通常这种都是在紧急的状况，就是热机加油或者是运补的时候，它就不关机的情况之下，等于说迅速运补完，它迅速就要脱离，迅速要飞走，但是来不及飞走的情况之下，直接被 TB2 给击毁。这也非常少数，因为 TB2 像无人机来讲，非常少能够攻击到所谓的这一个空中的目标，那恰巧它停在地面，直接就把它精准命中。这是 TB2 的战机啊，对，但是我们看到这一次连马卡洛夫上将号也被击沉了。对，这次是海王星的战机，也是海王星的飞弹。现在这是传出来的消息哈。那目前来说，俄国的军方没有证实，乌克兰的政府也没有进一步证实。但是这乌克兰的议员有公布这样的消息，说这一艘马卡洛夫上将号，那同样在黑海的地方哦，被一枚这个就画面上看到，对，确实被打到了，就看到他已经一枚哦，就已经重伤哦。那到底现在到底有没有沉，或者是说他的战损如何，不得而知。不过我们谈一下这个马卡洛夫上将号，基本上来讲，它在俄罗斯里面叫做这一个11356M 型哦，就画面上看到，基本上来讲，它满载在5000吨左右，它的外观设计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跟莫斯科号算是比起来比较先进的一个舰艇啊。那当然它是扮演护卫舰的角色，不过它的性能也不差，因为它在舰首前方，其实甲板那个地方有这一个两型，像这前面有看到有一个盖子，有这个很像一个盖子那个地方，就是垂直发射系统，所以它上面基本上配备至少3具8连装的这一个近程的防空飞弹 SNAN12型哦，基本上如果有空军的空中战机或者是目标来袭，它也可以透过这垂直发射的近空的防空飞弹直接把它打掉。另外它上面配备了这一个8具口径巡弋飞弹哦，能够对地进行攻击。那这一型的这个护卫舰，如果性能上面来讲，因为它算是比较新的船舰，大概下水之后服役只有5年哦，所以对于基本上像海王星这种飞弹来说，它应该是防范的能力会比较强。不过没想到也被一枚海王星目前传出说直接重创。那只有这一艘这个等于说马卡洛夫如果重伤之后，其实黑海舰队真的剩下没几艘船，因为本来它的设计当年就是为了辅助这一个莫斯科号这种光荣级的巡洋舰哦，等于做它的护卫舰，结果没想到旗舰被击沉，现在连护卫舰也重伤。俄乌这场大战，昨天5月9号是俄罗斯的胜利日庆祝节啊，特别是昨天在红场举行大规模的阅兵，全世界都在等普丁到底会发表什么样的谈话。那么之前西方国家有非常多的情报显示说啊，他一定会正式宣战呢，甚至于呢，他会说他在乌东要怎么样，他要并吞现在的占领区等等，所有的猜测通通落空了。Нашим доблестным вооруженным силам за Россию за победу, ура!Danger was increasing every day. Russia repelled this aggression in a preventive way. This was the only correct decision. The NATO countries did not want to hear us. They openly were preparing for yet another punitive operation in Donbass to invade for an invasion of our historic lands, including Crimea. І зовсім скоро в Україні буде 2 дні перемоги, а в когось не залишиться жодного. Перемогли тоді.Переможемо і зараз. І Хрещатик побачить парад перемоги. Перемоги України. З Днем перемоги над нацизмом.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Росія забула все, що було дуже важливим для переможців у Другій світовій війні. Але Україна і весь вільний світ нагадають.
教授，这一次全世界，特别是西方国家的情报机构，通通共估了，他们说普丁呢会在5月9号胜利日那一天正式宣战，之前只是特别军事行动嘛，他说会正式宣战，甚至于说会在他的演说当中谈到他的占领区，他要怎么处理。结果拢无呢？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普丁在二战这个胜利日、胜利纪念日的这个演说，就我们看到他整个演说只有10分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战的胜利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苏联在二战时期伤亡了2700万人，这是全世界伤亡最多的国家，今年又是第77年，七对西方人来讲是一个 lucky seven， 一个重要的数字，现在再加上俄乌战争，所以这其实是为了普丁可以让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舞台，让他宣示他现在目前的政策立场是什么。可是我们看到他现在所讲话的重点是，第一，这个西方是一个大威胁，北约正在威胁我们；第二，为了大家，应该为了祖国而战，要赶快再继续再战下去。第三个，国家会照顾军舰，特别是第三个哈，是我们看到这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普丁他认知到俄国人很多的军事士兵哦，在前线已经伤亡了，所以他告诉所有的俄国人说，这些军舰你不用担心，我会来照顾你。所以回过头来哦，我们看这一次的这个演说，的确是他没有正式宣战，也没有威胁要使用核武。也没有要表达和谈意愿，所以我的观察是，这个叫做不战，连和谈意愿都没提到。是是是，不战不和不谈，所以这整个过程就是让西方，他有，我想他有几个想法啦。说第一个，他让西方不知道普丁现在在想什么啊，他不要让你猜到。是是，但也有可能普丁也不知道要把这场战争带到什么地方去，所以他可能有一种边打边谈，边看局势的情况再来慢慢推进。那老师，大家都认为无论如何，为了面子也好，为了安抚国内民众的情绪也好，他必定要在这一场演说当中宣布某些成绩单，就我在哪个地方啊，是取得了胜利。结果呢，在昨天5月9号的胜利日的演说里头，几乎是一个没有胜利的胜利日，是就开始有人解读了，说为什么俄罗斯这场仗怕干迷迷冒冒哩哩啦啦呢？是因为他们竟然是拿1987年的地图来打2022年的仗，这真的是匪夷所思哎！是是是，所以这个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说他们有可能在打仗的过程当中哦，要左转要右转哦，这搞不清楚，所以它很容易变成一个战靶。因为乌克兰说他们拿到的地图是1987年的，特别是乌克兰还明白指出，他说有些交叉口，也就是那些路哦，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俄罗斯军队不知道，所以他们就在不存在的交叉口走错了路，转错了弯，跑到了布查去，才会有布查大屠杀。那完全是地图的错吗？所以他们说，其实这一次俄罗斯打了一场我们觉得啦很乌龙的战争。是，这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算没有地图更新，但也有 GPS 啦。对呀、所以这个情况出现这个情况，我认为是匪夷所思。不过刚刚阿关所说到的，就是这场战争到底俄国人在这场过程，在普丁的演说过程当中，他到底有没有释放出一个什么讯息？有，他在前一天他找他的副总理到马里坡去马里坡访问。是是是是，他因为我们外界都认为俄国的在5月9号会有一个很大的动作，但实际上没有，在战场上并没有这样子的出现，所以他就派他的副总理到马里坡宣示一下，我们在这个小战役上面我们获得了一些成功、一些成果，所以用这个方式来作为在5月9号对俄国民众的一个交代。但问题是，他5月8号派他的副总理去马里坡，同时间呢，5月8号亚速钢铁厂也开了场记者会呀、这不是很讽刺吗？他们开记者会主要是要彰显说，哎呀，俄罗斯还是没有拿下我们啊，不是说要在几小时之内又快速的炮轰了，甚至又改变他们的政策，本来是只为不攻，后来又攻进去了嘛。他们就说，其实从他们记者会的现场显示啊，俄罗斯还是迟迟拿不下亚速钢铁厂啊。是，还有另外一个新闻呢，就是泽连斯基宣布和平的而且安全的撤出了在亚速钢铁厂里面的平民。那撤出的方式是透过下面很多的管道，是透过这个地下水道出来还是什么地方，这些都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俄国对马利坡的这个占据实际上不是那么稳固，而且还有可能还有一些地道还没有发现到，所以这一点俄国在战事上面的管控的确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顺利。好，即便他现在对马利坡已经采取了更积极的
攻击战略，但是战术啊，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拿下马利波。那么另外一个比较讽刺的场景，应该是在泽伦斯基5月9号的胜利日，泽伦斯基也蛮忙的，他自己也拍了一段影片，然后加拿大的总理也去了，然后很多各国的元首都去了，包括连吉尔都去了。是，我们看到这是俄国，办公室是俄国，在俄国的对立面这边，泽连斯基，因为这个国家正在打仗，所以他没有办法阅兵，但是呢，他的摄影团队呢，帮他拍了一个他在基辅街头走路，然后这个运镜啦，还有他的说辞都非常流利的一个影片，就是这段影片，对，这个非常棒的一个，我相信这个泽连斯基果然是从演艺界出来的一个这个演艺人员，影片拍得很好，非常的流顺啊。另外一个刚刚您提到的，就是说西方各国现在正在加大对乌克兰的援助，其中一位是这个美国拜登的第一夫人。这个就是吉尔拜登，对，他就突然无预警的啊，去拜访，去在乌克兰的边界跟泽连斯基的第一夫人，他们在那边会面。这个事情怎么看呢？在之前，美国已经派出国务卿跟国防部长已经访问过乌克兰了，现在吉尔拜登又再去了。那有没有人接下来还没有人比这两位层级还要高、更亲密的人可以去呢？因为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贺锦丽，美国的副总统，他之前已经去过波兰跟罗马尼亚，可他在波兰的时候，他表现其实没有那么的顺利啦，因为他有一个很奇怪的嘿嘿嘿的笑声，然后在那个时候被媒体质询，为什么你在谈这个乌克兰的难民的时候会发出这样的，他表现不好啦，所以接下来如果我们在期待谁还能够再去给乌克兰提供更大的政治支持，接下来就是拜登了。啊，所以这个会给大家无限的想象，就这张王牌什么时候打出来，什么时候要给泽连斯基最强烈的这个支持，我们大家都在看这件事情。好，老师你看啊，不管是从泽连斯基不断的非常密集的接待各国元首，以及现在的军援越来越多之外呢，以及从普丁的演说当中，不管你是从泽伦斯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普丁的角度来看，似乎都没有要在短期内结束战争的意思吗？是，从这地方来看，我就说，在他的演说里面啊，在战场的这个巩固上面，以及西方源源不断援助乌克兰这几个面向来看，我认为这场战争绵绵无绝期啊，绵绵无绝期。到目前看起来，我观察这个战争这么久的时间，我到目前看起来，我还真的找不到哪一些的蛛丝马迹可以让我们看到说啊，这个战争可能在下个星期或两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我到目前看起来还没有任何的这个蛛丝马迹。回到俄乌大战，带您来关心的是，很多人在猜测到底这场战争要打多久。比较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情报总监说，普丁的野心呐、不止顿巴斯。这一场战争恐怕会此仗绵绵无绝期啊。We assess President Putin is preparing for a prolonged conflict in Ukraine during which he still intends to achieve goals beyond the Donbass. Moreover, as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believe they can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militarily, we do not see a viable negotiating path forward, at least in the short term. The uncertain nature of the battle, which is developing into a war of attrition,combined with the reality that Putin faces a mismatch between his ambitions and Russia's current conventional military capabilities, likely means the next few months could see us moving along a more unpredictable and potentially escalatory trajectory. 韩斯说了两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野心不止顿巴斯，那么他会把战事扩大到哪里呢？这是第一个我们要问的。第二个，他说这会是消耗战，换句话就是说，这场仗会歹戏拖棚啊，打很久。是啊，说我们看除了乌东哈，马利波这个他那个普丁感觉一定要拿下之外哈，可是乌东到现在还是久攻不下。对，他当然这个两军焦灼了哈，打仗没有说，因为他如果打下马利波，现在乌克兰的情况不一样哈。那你看普丁他一天花了多少钱？一天花九亿美金哈，在打仗哈。第二个，他到现在烧钱呐、对，烧钱。他第二，他现在死了25000人以上哈，也烧命啊，烧命烧人多，战车损耗1000多台。所以以他的这个整体的战损来看，都乌东是他基本他一定要拿下。他当初发起这个，所以今天有专业机构评估说，他 GDP 至少哦衰退12%以上。对，大概3-5年后才能再恢复，爬不起来，经济很难。对，所以他你看他花损失这么多钱，损失这么多时间、精力、人命，他要什么？他如果只要这个乌东吗？还是他有更多的这个想法？这个我们要去观察。所以
美国情报总监海恩斯才会讲出来吗？不止顿巴斯，不止顿巴斯，那还会有谁？而且是长久的战区，还有哪个地方？嗯，哦，我们要看，有可能、哦、赫尔松之前已经传出，他要把他整个占领下来之后，要让这个，他要让他做假公投嘛？假公投，而且最主要是要让淡水资源到克里米亚，所以他让运河通了、哦。为了水，嗯，对。那往西边看的奥德萨，他这几天在轰炸奥德萨，据说奥德萨非拿下不可啊。对，为什么奥德萨非拿下不可？奥德萨我们讲的它是黑海的明珠啊，他还用超音速飞弹打奥德萨，你就知道他是下重本的。下重本了。据说呢，在胜利日之前才发了3枚超音速飞弹。对，他从到尾现在在10到13枚嘛，整个战争到目前为止，所以他花了不少钱在奥德萨。对。为什么？你看啊，这个奥德萨，我们讲是黑海的明珠，它是可以什么让这个俄罗斯的势力不仅仅是就亚速海，你拿下马利波斯到亚速海，嗯，他拿下了奥德萨，他可以直接进黑海。好，进黑海之后呢，他又跟他的好兄弟叫做塞尔维亚，是跟他很好兄弟。如果他们未来建立这个紧密的关联呢，他可以进到地中海啊。哦，进到地中海去了。是啊，所以俄罗斯长久来他就变成说，人家说你在这个地中海这边没有势力，没有可以直接通的港口嘛。假如他真的把这个乌克兰的连奥德萨的整个乌南地区都拿下来，那对他来讲，他整个势力可以一直连到了地中海那边去。那是不是普丁原来这个有这种做想法？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猜测。但是你看他这整个战事的绵延跟他的整个战争的这个做法，很有可能海恩斯的情报应该是蛮准的，美国的情报一直以来都算蛮准的。奥德萨对普丁而言有特殊意义啊？当然，这个是他们的文化，除了他的军事战略上的地位之外啊。嗯。奥德萨其实是乌克兰的第三大的城市，人口大概100多万、啊、那别忘了，它旁边还有个摩尔多瓦啊，摩尔多瓦是边界这边也有俄军的驻守哦，哦，它这边长久以来俄军的驻守，而且摩尔多瓦有一说了，普丁对摩尔多瓦也有这个觊觎的想法，他这个大俄罗斯的帝国的梦想、啊、加上白俄罗斯、乌克兰加上摩尔多瓦，他有这种曾经有时候提出这种想法，所以如果他剑指。未来摩尔多瓦，那奥德萨就卡在中间，被拿下来不可，被拿下来。而且现在听说下面要建一个陆上陆桥啊，建个陆桥，对、啊，而让这整个乌南跟乌东连成一气，这样对他的这个势力哈可以延伸出去。但就我们讲的，奥德萨也是很难打，因为乌克兰不只守马利波，他也守奥德萨，美军的还有北约的这个所谓资源也是从西边不断的进去，所以未来哈。马利波我们要看他到底哪时候被拿下来，还有在就奥德萨会不会被拿下来，这也是很大的重点。好，据说奥德萨被称为英雄城市，过去曾经发生过几次血战，他们是誓死不降的城市、哦、所以这个城市也不容易拿下来。那么为什么普丁现在有可能不是只着眼在顿巴斯，是因为他这个仗打了70几天到现在都没交出一个可以让他夸口的成绩单呢、啊？现在他国内的压力也很大，压力有多大呢？我们来看哦，其实竟然传出俄罗斯有2位记者发了30篇文章连番炮轰普丁，批普丁呢这一场战争让俄国陷入了深渊，不只是现在媒体舆论的压力很大，据说他的那些富豪朋友们啊，因为这场战争哎大家口袋都很惨嘛，所以开始纷纷反普丁，甚至开始有倒戈的现象。那我们先看这个媒体啊，其实普丁掌权之后，他除了大权在握、军权在握之外，他对这个政治的控管很高，所以他的选举基本上都战无不胜了，他媒体的控管也很严格，但是他并不是说代表说俄罗斯里面没有媒体自由媒体，他们还是允许一些小报，一些八卦报，然后偶尔发一些无关痛痒的新闻，就是他们批评普丁的东西，他们也讲装作不知道，其实普丁有允许这个一些小报的。这个有留下一些小小的空间。对对对，所以我们看之前俄罗斯战争发生的时候，不是有一个记者拿着标语，这个画面啊，这个编辑后来被抓走了，被抓走，他叫做奥夫扬尼科娃哈，他被抓走之后，不然判刑又被罚款，所以我们知道说，其实普丁还是有允许这种所谓异议分子在这个俄罗斯里面让他们有宣泄的管道，但是基本上对普丁的生存不会构成威胁。那寡头会吧？他的那些寡头朋友们总会吧？因为在今天谈到。普丁又失去了一个富豪朋友，最近不是很多富豪突然之间都离奇死掉吗？就很多人怀疑根本就是普丁在清洗他的这些寡头朋友，因为这些寡头朋友纷纷倒戈，甚至于在俄罗斯有一个团体叫做西罗维基、啊、我是不太熟了，媒体谈到说西罗维基是一个过去很支持普丁的，不管是在各政府部门啦，还是重要机关啦，还是一些大企业的一些有钱人和寡头，
这个团体呢，这个政治团体呢，现在也纷纷倒戈向反普丁派了。是啊，阿关对这个俄罗斯内政非常厉害哈。我们说，在这个普丁城是叶尔钦，叶尔钦他用了很多寡头，那个是真的大财团的人。啊，当然这种资本主义把搞得他们整个国内天翻地覆。普丁上来之后就是清算那些有钱人。啊，不要让那有钱的寡头干预他的内政。嗯，哦，用了一堆西方的思想跟资本主义在搞，但他上台之后就用了这一群叫做希罗维基的人呢，他叫俄罗斯的政客集团，大概组成分子就是很像他这种所谓以前 KGB 啊的情报出身的啊国安人员了，然后呢让他这人进入变成他的我们讲的他的这个胜利集团小圈圈，小圈圈巩固他，那这些人支持他的时候他也给他钱嘛，所以这些人慢慢有钱起来了。所以希罗维奇是这种东西，是旁边的他的所谓的寡头人物。但是这些人好像纷纷开始有传出不同的声音。当然了，因为你知道伴君如伴虎嘛，嗯，就算你很支持他，好，你对他很好，但是假如哪一天你不合他的意，或他怀疑你的时候，他就开始清算你。好，我们知道我们要看有几个很有名的例子哈，比方说俄罗斯有个石油大亨叫苏伯廷，他是普丁好朋友，嗯，他前阵子哈也是据说哈离奇死亡。在这个俄罗斯郊区的叫做梅季西附近的死就死掉了，那当然了，我们看还有很多他放置在这个所谓这个他们的能源公司里面的一些高管，包括说我们这一次最有名的这个叫 Gazprom， 就是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它里面有六个职员，六个大官里面有四个就离奇死亡，最有名的是这个叫做什么，是天然气资源公司前副总裁叫做阿瓦耶夫，他跟他的妻小离奇的死在这个莫斯科大学附近数百万美元的公寓里面，那是灭门呢、欸？对，全家哎、欸，对，这种家里面不止他了，还有一个叫做另外一个能源集团叫做Novatek， 他的高管叫做普罗托森雅，他的妻小呢也是死在西班牙的别墅里面，而且听说死状很惨啊。那当然这些寡头，我们讲了伴君如伴虎，他们如果哈一旦有这个跟普丁可能一些意见上的不合，或者普丁想趁机清算旁边的寡头的时候，那这些人都很危险。好，所以这些人呢，会不会包括今天媒体所谈到的这一位富豪朋友呢？这位富豪朋友死状也非常离奇啊！据说他一觉不醒，躺在郊区别墅，伤口上呢，竟涂满了诡异的蟾蜍毒啊！哇，这种死状。匪夷所思啊，所以陆陆续续传出多起灭门血案或离奇死亡事件，是不是跟普丁清洗寡头有关呢？而普丁自己呢，据说身体也不太好了，这一次的5月9号胜利日就被拍到说他走路的时候摇摇摆摆，那么天气呢是摄氏9度，摄氏9度你说他冷也不冷，但你说他不冷也挺冷的，但问题是普丁在-20度都可以裸身泡在水里，他过去是这样的形象，现在竟然还要盖毛毯，所以很多人认为他的健康出了问题。是哦，大家如果对这个普丁的印象就是他这个人就是 KGB 出身，身体很好。2021年的时候呢，他要庆祝这个东正教的主显节哈，很有名，就是他全脱光了上身，然后跳到这个冰湖里面。这是摄氏-20度。二十度，对，然后他-20度，人家他是这样泡在水里耶，对，代表说他那五月九号那天也不过就是摄氏9度，他还要盖毛毯。这个我们知道他这个普丁的身体状况，我们从战争一开始哈，大家就一直传很多传，很多的传言，有传言他第一个看他那个跟那个绍伊古坐在一起的时候，还要抓住这个桌子桌脚，然后有人说他在见这个白俄罗斯卢卡申科的时候，手会不停的摆动，就一起搓，一起搓，一起搓，就这个画面嘛。对，那有可能这两个是不是有相关性？说他手会抖，所以他要抓桌脚，这是一个东西。复活节弥撒的时候呢，他坐立难安，不停的咬嘴唇哈。但这也可能是他跟他在思考事情，或者是他的一个反射动作。因为我们知道普丁过去是 KGB 出身的，那西方媒体有报道，有一说是他的走路哈。他有特别，他走路不是像我们会正常左右摇摆，那他怎么走？他会有一手哈，是他习惯哈，右手是直直不动的，是直的不动的，右手不动啊？对，他是直的不动的。为什么？有人一说是他可以很容易是习惯性的拔枪，拔枪。对，所以你看他以前在就位这十几年来，他从克里蒙宫这个大厅走出来的时候，他那个走路的姿势很怪，
人家说这不是他这个什么身体的异状，是他的习惯性当特务久了，可以拔枪很快。这是西方媒体曾经做的。所以他的一拐一拐不见得是他生病。对，所以我们要看这个西方媒体很多在讲说他生病，或者从他的一些言行举止来推断说他是不是得了癌症啊，是不是得了帕金森症啊？我觉得这个都我们都要去观察去看，因为毕竟这种传言很多，而且不止对普丁而言，说以前金正恩也很多传言这些，可是事实上后来这都没有。好，所以我们来看说到底普丁的健康状况，我们还是要看，因为现在还是一个问号了。这问题你坐在那个阅兵典你坐这么久嘛，一坐五月九号在俄罗斯还蛮冷的，你坐那么久当然还是会感觉冷，你盖一条毛毯我觉得还是 有一个这个无可厚非啦。但是未来我们要看，如果他真的身体有点状况，应该会有更多的报道出来才对。